跑步诽谤，等心于一切，劝人远罪行，诵习念正法，世人不骄慢，相敬如父母，恶恶而扬善，如是得佛籍。复次，长者子，又有五事，若在人中常被诽谤，为人所憎，形体丑恶，心意不安，常怀恐怖，何谓为五？一者，常无至诚，欺诈于人；二者，大会有说法处而诽谤之；三者，见诸同学而轻视之；四者，不见他事而为作过；五者，两舌斗乱彼此。是为五事，若在人中常被诽谤，为人所憎，形体丑恶，心意不宁，常怀恐怖。尔时世尊以偈颂曰：欺诈迷惑众，常无有至诚，心口而作行，定生受罪重。若生地狱中，铁钩钩舌出，羊铜贯其口，昼夜不懈修。若当身为人，口气常腥臭，人见便不喜，无有何悦欢？常遇县官事，为人所讥论，遭逢众恶难，心意出不安，死还入地狱，出则为畜生，辗转五道中，不脱众苦难。复次，长者子，又有五事，所生之处，常与佛法众会，初不差为，见佛闻法，便得好心。若作沙门，即得所愿。何谓为五？一者，身奉三宝，劝人理事；二者，作佛形象，当使先结；三者，常奉师教，不犯所受；四者，普慈一切，与生正等，如爱赤子；五者，所受经法，昼夜奉诵。是为五事，所生之处，常与佛法众会，初不差为，见佛闻法，便得好心。若作沙门，即得所愿。尔时世尊以偈颂曰：奉敬三尊宝，教化劝理事，作佛形象好，奉诸尊师教，当是一切人与生等无异，比我悉平等，行事会佛前，昼夜常学问，智慧是大宝，开悟诸盲明，普使之道真。于是长者子便译闻佛说五十事要法之意，欣然欢喜，待得法忍，五百长者子皆得法眼净，又诸会者各得其志。于是便译即从做起，为佛作礼，常跪插手，白佛言：善哉世尊，快说此法，乃令会者得闻其所，不使将来嫉妒恶难，唯愿世尊过于平聚，及诸众会明日日中趋于摄食。尔时世尊默然而许，诸长者子为佛作礼，欢喜而去。便亦道舍白父母言：今所请者人中难有，名曰如来，无上法师，三界无比。便告其妻，领舍饭食，积寻俱转。明日世尊与诸大众往到其家，就坐俨然。时便亦长者子与父母眷属前礼佛足，各自共事。便亦起行凿水，进亦奉食，下食未弃，有一起而前立坐起。佛为咒怨，无感于者，片无所得，称慧而出，便生恶念：此诸沙门放逸于惑，有何道哉？贫者从起，无心见语；长者迷惑，用为犯此无慈悯意。
无为王者以铁网车力断其头，言已便去。伯达趁气，有一乞儿来入乞丐，座中众人个个与之，大得饭食，欢喜而去，即生念言：此诸沙门皆有慈心，怜无贫寒，时时充饱，得济数日。善哉长者，乃能共事此等大事，其福无量。无为王者，当供养佛及众弟子，乃至七日之中，当报今日饥渴之恩，言已便去。佛时已弃说法，即还金舍之中。佛告阿难：从今以后，趁气下时，以此为常。时二乞儿辗转乞丐，到他国中，卧于道边深草之中。时彼国王忽然崩亡，无有祭祀。时国相师明知相法，趁书记曰：当有贱人因为王者，诸臣百官千乘万计，暗行国界，谁因为王？故见道边深草之中，上有云盖。相师指曰：中有神人，即见乞儿，相因为王。诸臣拜谒，各称曰臣。乞儿惊愕，自云下贱，非是王种，皆言异相，非是强力。沐浴香汤，着王者之服，光相俨然，称善无量。导从前后回车入国，时恶念者在于深草中，我昧不觉，车力断其头。王到国中，阴阳和调，四气隆和，人民安乐，称王之德。尔时国王自念：昔者贫穷之人，以何因缘得为国王？昔行乞时，得蒙佛恩，大得饭食，便生善念，得为王者，供养七日。佛之恩德，今已果之。即召群臣，遥向舍卫国烧香作礼，即遣使者往请佛言：蒙世尊遗恩，得为人王，愿去尊神来化此国愚民之人，得见教训。于是佛告诸弟子：当受彼请。佛与弟子无央数众往到彼国，时王出迎，与诸群臣齐守佛足，烧香散花，祭月供养。佛入宫中，即已就坐，王起行水，共设饭食，须臾已弃。尔时国王为佛作礼，前白佛言：我本是小人，有何福行得享斯位？愿佛解说，令此国人得蒙开眼。佛告王曰：往日舍卫城中有长者子，名曰辩义，施设大坛，请佛及僧。时佛坐定，下时未称。有一乞儿来入欲乞，一无所得，称会而出。恶念深曰：若无为王，以铁网车力断其头。一人后来乞丐大德，饭食出即念言：若我为王，供养此等众圣之僧七日之中。时善念者，今王是也；时恶念者，卧深草中。王受正位，回车入国，车骑侍从力断其头，死入地狱，为火车所立，一劫乃出。王兼请佛报事过后，世事受福，无有及矣。尔时世尊以偈颂曰：人心是毒根，口为祸之门，心念而口言，身受其罪殃。不念善恶人，自作身受患，意欲害于彼，不觉车力头。
心为甘露法，令人升天上，心念而口言，深受其福德。有念善恶人，自作安身本，意念一切善，如王得大位。是时国王闻经欢喜，举国臣民得须陀洹道。供养佛七日之后，佛于是欲去，王及臣民为佛作礼，欢喜而别。于是世尊还到舍卫祇树金舍，贤者阿难正衣服从坐而起，为佛作礼，长跪白佛言：世尊，当以何名此经，云何奉行？佛告阿难：是经名曰辩义长者子所问，当奉持之，亦名诸法要义。佛复告阿难：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有行思经，奉持奉诵，宣传后世，令人受持者，是人如是我身，福无有益。诵思经者，当为弥勒佛所受觉，如来广长舌，说语无有益。佛说经义，使诸天、龙、鬼、神、四辈弟子闻经欢喜，为佛作礼，辩义长者子经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。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接下来请收看早课